我们下面就要请杨平游来跟我们讲他的这个佛缘。看见吗？我要念一下哈、那个照片是我的，我在我自己的禅房的照片哈。那么这边这个图像是法轮，法轮本来释迦牟尼佛创造这个佛教的时候，他禁止做佛像。现在我们都是现在到寺庙里面就是弄一个佛像，其实那个也不是佛像，释迦牟尼佛不是长那个样子，那只是一种内心的崇拜的像而已，是内心的像，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像。释迦牟尼佛创造的时候，他有规定不可以用像。那么到了后来，为了要把这个法放在心上，就最后不可以有做佛像嘛，所以就做了一个法轮的像来代表这个佛，代表这个法，哦，那个叫法轮。那个有些经写说你不刻一个佛像啊，或者你弄坏了一个佛像，你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都是后人的心理的作用，就是说怕对佛不敬啊、哦，并不是说他不好怎么样，就是内心的不敬所产生的一种观念。那么法轮上面有这个打叉叉的这个八根棍子，这个法轮就是我们的车轮嘛，车轮那个八根棍子就是主要的核心，佛教的核心。那个刚刚林良斌呢、啊，他讲他忘了介绍这个核心、哦、那么刚刚一介绍的呼吸是这个核心执取那个动力，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没有，就是一个是动力，一个是核心。那我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个核心。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放这个你的简介。我的简介。我来美国是因为不想做艺术家才来美国。我本来在台湾那个时候我比朱美还有名了、啊。我做的台中中心堂的浮雕，那个时候还30岁而已。35公尺中心堂的大浮雕35公尺，全台湾目前还是最大的一个浮雕。而且要不是他们那个台北体育馆哦，体育大学想要把它做成他们的财产，把它里面修改了变成堕落以外，我那个时候是全时，就是杨永龙老师讲的，他那时候来美国，他跟我讲，一件目前台湾上赞，但是体育大学我不晓得怎么样，他把它弄成以后变成剪纸的感觉，剪纸知道吗？加做个大一笔啊，一种感觉，哦，啊，这个我们不谈了、啊。我就是讲我当时在台湾的艺术的那个我不好意思讲了，就不是自己，我就想我自己的性命是放在艺术的跟放在那个外做艺术家了嘛，所以我来美国之前我先去皈依做东西，每天在念咒、哦、但是以后我碰到了那个几位法师，有一位显如法师啦，一位张慈典法师啦，还有张大清老师啦，哈，啊，然后我跟刚刚的这个林良斌跟依，我们都在一起研讨。那我来美国就是来美国之前，我先皈依，然后我把我整个生命就放在做工要吃饭嘛，不做工不行。但是呢，我每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没有一天离开佛教。我敢这样讲，没有一天离开佛教，到目前为止，我跟他跟那个医学的一样，是学呼吸，我没有一天离开呼吸，大家都没有离开呼吸的。但是我们所谓的离开呼吸是什么？就是没有把呼吸忘掉，把呼吸放在心上，这样才叫不离开呼吸了。现在大家在呼吸的时候不晓得自己在呼吸啊，但是我知道，我一在吸进去的时候，我知道呼吸长。刚刚
一一讲的呼吸长、呼吸短、呼吸冷、呼吸热，还有呼吸所带给我内心的安乐，我都清清楚楚。我到阮某结婚的时候，我讲我不爱买菜，我不爱带囡仔，我不爱洗碗。但是到最后我要买菜，我要带小孩，跟着小孩去买菜。当我洗碗的时候，我以呼吸做我的动力来洗碗，让我的心像那个熨斗熨过去一样平整。这个就是佛教给我的利益。我想，我不晓得大家可以不可以喜欢啊？那个，我这里讲，我1943年生于台中清水镇，一算命的说，带文昌华盖啊，这个不生则道，就是爱做出给他，所以变成我到美国来就是学习这个呼吸。家庭之外，禅修与艺术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了。禅修培育了我个人的心智的开发，心智的开发。像我到来美国，刚刚开始也不晓得，但是到了晚期的时候，我在讲话，在做什么，这个我自己感觉说，真多人对袂到，咱讲起来。那位就来，那就是从禅修来。那个工作打工，那个是为了吃饭，但是打工的为了小孩子的上学什么的。但是真正的我自己得意的，比如说我语言的精准，我讲话我到哪里，人家以为我是学哲学，我没有啊，我没有学哲学的那一套，我不懂。但是我讲话我要形容语言的精准，这个是从哪里来？就是佛教给我的恩惠，我从这里来。那个在艺术创作上的后盾啊，艺术又正好表达了我那个内心的中正平衡了啊。这个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这个就是我在佛教里面的受益。那现在我们把自我介绍就告一个段落。今天我介绍的哦，因为我看了那个纲要说讲生活的佛教嘛，那我就讲，事实上，刚刚我讲这个八个这个轮轴卡链的那些背机哦。那个背基就是支撑这个轮子的这个支撑，这个轮子会动，要没有那个八支啊，那个轮子躺下了。所以佛教就是靠这个八背基背的物件。这背的物件是啥？我想等下咱先讲这了吼。这安尼看就有嘛。佛教它的主要是什么？它给我。它的主要是佛这个字的意思是威感，那你讲气感吼，佛就是觉嘛，觉就是困气，那困气也是精神真好哦，觉醒超越，怎么超越呢？超越我们的一般生活，同样的生活，你怎么样生活的不会苦闷，不会安尼，逐天咧万劫咧万一咧，不会安尼。那个就是，因为去上班绝对是艰苦的嘛，八点钟就要去上班，但是有够大的生活方式，八点钟到，伊袂去怨这个怨那个，怨讲安那伊的薪水较悬，我的薪水较低，安怎我的退休金即马都一个月十外万的代票，好，搁甲砍掉，砍到剩6万，就不会有这种问题，这就是有够大的生活的心态。就是靠这八个，超越这种不好的，超越。刚刚那个我们会长有讲，一个读的两个底下咧坐，无食饭，伊就经去提，这就是啥？这就是慈悲嘛。这慈悲的心，甲有智慧的心，有智慧的心，伊敢若慈悲，伊若无去旁。旁就是智慧嘛，刚才有慈悲奶奶，刚才那个真可怜，那怎不是，还要他去端上去，
我相信他的礼仪一定够，他很端正的去甲共用这两个人，伊才有得得到福报嘛。伊会将后进到啥物？伊伫日本咧上咧生活中间迄个困苦，所有拢解决去。哦，啊，迄就是慈悲甲智慧。哦，啊，即摆读过迄个报的吼，迄、那个报的对个就是正见。对立的正思维，第三正语、正命、正念、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就是做一个佛教徒哦。咱基督教徒有一个十戒嘛，哦，十戒。基督教的是迄个信徒，伊用讲十拜来做这个行为的这个准则了吼，行为的准则。啊，但是佛教徒是用讲这八个啊，这八正道。哦，台湾要写些证件哦，证件什么意思？证件就是直接去提，直接去接触。比如说，咱即马大家拢在用赖嘛，哦，用赖的时候，大家讲哦，今日什么物件外好外好，安尼啊，就跟好心嘛，就赶快传给他的朋友哦。但是他的朋友不晓得，哦，咧情况伊咬不到听哦。啊！即摆因一朋友看到讲人来，咱上面讲食啥物都巴肚疼。结果因朋友抱伊去食，因朋友食起煞闹塞。哎、欸，那个不对症药嘛。但是证件讲的就是讲这个，你一定要直接去接触、去了解，然后对症下药。哦，那就是证件。咱拄到代志，你若无证件的时阵哦。你人报啥，像报讲一个人讲，迄、那个阿斌是歹人。啊，即摆伊想讲，哦，阿斌歹人，咱就惊去骗去，咱就跟传传传。结果阿斌是一个真伟大的天人家咧。哦，那个马上传了，那个都是不正见。啊，正见就是要讲这个，哦，讲真正的去理解到，真正的去接触到，哎、欸，了解到阿斌那啥啥是好人，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铁人家，安尼咱才来讲，即句话是原来凊彩讲的哈。安尼才是证件啦，吼，唔是讲凊彩带来带去。啊，但是证件要搁较深的真侪，但是咱上较重要就是，第二日常生活嘛，咱即摆就是讲要搞这生活方式创啊好势，日常生活内底证件就是安尼，吼、哦。啊，正思维就是，咱摕到这个。line 内底啊，对唔对？咱唔知啊，咱无去考虑咯，拢迄种不正思维嘛。哦啊，有正思维以后，咱去甲传，去甲创啥？哦啊，去验证，迄就是，迄就是，咱做一个佛教徒基本的观念，基本的态度。哦，啊，即摆过来一个正语、正面、正业这三个物件。这三个物件就是咱日常生活吼，正语就是像我即摆咧讲的，这就是讲正能量的八正道，就是正能量的生活方式啦。哦，八种正能量的生活方式。哦，啊，正语就是咱爱讲好话嘛。哦，即摆若一个人讲，啊，迄个人安怎啊就传。哦，那个都是不正语。哦，咱赖起来无经过正见，没有经过正思考，就传出去的都不是正语，就是这是句例啦。啊，要讲啊，清楚，足侪讲袂煞啦吼。就主要就是卖去换话啦，卖讲歹话啦吼。啊，若去人安慰啦，迄种正语，哦，咧先足够重要。啊，因为你正语的时阵吼。讲话讲正的时阵，咱做代志有一个 action 跟 reaction 吼，从咱的行为出去，有一个反作用力倒转来，就是着咱家己吼，着咱家己。啊，咱即摆若不正能量出去的，它不正能量的东西反击过来，就是最后受到的那个刚刚我们讲轮回讲那个果报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发出去的都是正能量、正语哦，还有正面。正面就是
土坦的时阵，上班的时候，那个老板看不到的时候，你就在底下偷偷的打那个看那个手机啊，看什么，那个都是不是正面哈、哦，正面就是正正当当的，跟土坦的些吃土楼的人爱做迄、那、落、個、做啊好的新罗，啊那做头家嘞，就爱做好的头家。不是说我有发薪水你要靠我吃饭、哦、你如果有这种想法他本身就不正义、啊、你如果还生气把薪水那个工资再黏起来再安怎那个都不正义、啊哦、不正面、哦啊、那个一般来说就是说卖军火的啦卖吃那个卖毛灰的啦卖烧酒的啦那种不正面、哦、就是正当的职业一般是按你的讲，但是上较重要的是讲，咱伫咧做这个事，做这个投坛的时阵，按怎互家己回报回来的是正能量，这个才是最重要。哦，过来，咱介绍这个正业，正业就是咱的行为，像讲咱即马塞车，塞要停车的时阵，停车停了歪，停了歪。啊，都咱停车停那里就好啊嘛，哦，但是停歪歪的时阵，若要管，我甲阮查囝工作一遍，伊拢唔听嘛，哦，但是我无法度啊，哦，我甲讲你爱停啊四只，停啊四只才袂让弄到嘛。但是上较重要的就是，当你在停啊四只的时阵，你的心是正，你的心若正，你的能量绝对是正。哦，啊，咱要学习的，就是讲咱的这个能量，所有发出来拢是正能量。诶，那个叫正气歌舞，迄正能量发出来就是正气。我家己来美国以后，我学到这八正道，我差不多对二年啊，对三年吼，学到八正道，我所有的生活的准则就是这个八正道。我一直做义工，读过咧讲啥，读过咧迄落做啥物咧介绍，都一间护士吼，差不多，逐间的护士我拢是我的衣食父母，什么西来寺、白塔寺啊，都是我的衣食父母。那个就是每一个大寺庙都是我的事实上我是以义工的，一去义工他也要让我吃饭了、啊，哦，啊，我就是为什么我做了工程做了这么多年，我没有什么赚头。主要就是以这种服务的心态在做，啊，这个服务的心态，啊，我行到都无人敢看无，那讲实嘞，哦，我上善，哦，唔是讲上善啦，我无好嘢安尼，去到都人拢真尊重，因为安怎人拢知我咧创啥，哦，哎，我到哪里，我带着我的正气在走，哦，主要就是这个正气，就是这个。这个正业就是这个正业哈、哦，啊，咱每一个人拢爱有这个正气，爱培养这家己这个正气，哦，啊，过来是正精进哦，正精进的意思就是讲打拼啦，打拼不是讲哦，我即摆有够大，我得爱拼到不死，不是安尼。拼就是讲，咱应该适当的拼，正嘛，正不是超过的哦。正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非常，但我很用功没有错。但是我有一个那个，在刚刚他有讲《杂含经》了哦，《杂含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他就是讲这个故事。我前几天我有一个 LINE 的群组哈、哦，一个群族群还是什么。我每天就是有空的时候我就写，啊，我就讲这个故事给到那个 LINE 里面。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叫二十亿耳哦，这耳朵里长一个耳啦。他可能是音乐家，音感很准，所以大家给他的名字叫二十亿耳哦。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出家，他没有成就阿罗汉，他就啊。我不行，我笨蛋，
我大概是无好无也是啥，哦，他就开始起这个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不正思维，所以他因为不正思维，他就想要打退堂鼓，要还俗。那他在还俗，讲有这个还俗的念头，他当然会跟这个讲，跟那个讲，这个讲来讲去，讲到这个耳语传到释迦牟尼佛的耳朵里面，释迦牟尼佛很慈悲，他就来找他，找他。那因为他可能是耳根很厉害哈，他可能也是音乐家，我在猜的，可能是音乐家，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你在调琴的时候，你调得太紧，不可以；你调得太松也不可以。你调这个弦一定要调得刚刚好，你的拉起来音才会美妙。那我们修行就是要这个样子，他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讲你免变那么细哦。像我对我的女儿也是这样，我对我的女儿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不要吸毒，一个不要说谎话。不吸毒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正业里面的人，不说谎话的就是正思维。我跟他讲这只跟他讲这两个，他我讲到哪里了？正精进，我跟他讲，你不必拿一百分，不必拿 A 上，哦，不必拿 A plus 了。我说你可以 pass 就可以，但是只你要你把这两个做好，而且你对你的良心说，我有用功，哦，有用功。他表示说我并不是鼓励他说叉叉一去死了，不是这样，就要用功，但是不用拿第一名，不用拿 A plus， 哦，啊，不能无结果，啊，那就是正精进。啊，咱人嘛是爱安尼，咱像即摆咧流行什么虎妈吼，甲因囝跌怪要死去，那种不正精进。你要看他小孩子的程度，他的喜好。那个我那个女儿，她喜欢做那个煮菜的事情啊，哦，她就去学那个嘛。她学那个，她有用功，她就学得非常好啊。哦，主要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着力点，然后整个加起来，你天天在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正念一定，正念就是正气啊。就是说你能够这样的话，每样事情你都考虑到正能量的问题，你散发出来的一定是正气。那个以前我在刚刚来美国不久，有一个传播那个黑教的密宗黑教的，他就是在讲气，讲气讲来讲去，我花了300块去上课，我也感觉是在卖，伊在卖迄啰果冻。哦，他讲那个五行的，讲什么？我的感觉是他在卖那个古董，因为我不讲那些东西啊，但是我的正气很足啊，我的艺术里面都含有正气在里面。我从差不多小时候，我妈妈在讲，在学经的时候，我在旁边学，我就开始学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就是戒嘛，哦。你戒做得好，你做事情一定是顶天立地的。我到了国立艺专一年级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个爱新觉罗玉君，那个是辅仁大学的一个，他是李亲王啊，那个什么溥仪啊，溥仪就最后那个皇帝的他的侍读，一样叫阿九了，他侍读，他是中国佛学的那个哲学啦，文学啦 ，Number One 哈。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讲《易经》，讲这个道学，讲的是顶天立地。那我从我开始学戒，学顶天立地，到我学这个八正道，他
是一贯的，就是所培养出来的就是正气。哦，讲这个正气，你能够把自己的正气贯穿，就是正念。当你有了这个以后，你的内心一定是保持这个安定的。哦，这个安定的心，让你脱离这个苦海。不是说刚刚他讲四禅八定的，讲那个什么那些定，那些印度教的都有嘛？那个比这个内心的定更定，好像定在墙壁上不动。哦，那种定不一定是镇定，但是真正的定是，你能够当苦难进来的时候，你能够把它吸收，把它消化。哦，这样的定才是镇定。然后我们学刚刚那个一讲的这个呼吸，就是在做这种练习，把呼吸练好。我自己本身开始学的呼吸，至少有三十年了。我来美国这个四十年，大概对对二年对三年吼，开始我甲这个林良斌教授他们在一起，我们就开始学这个佛教。但是我跟一两个人哦，还有一半哦，我们比较着重在这个呼吸上面。我们学的就是把所有的灾难都看来到我的身躯来，对，安怎个消化？消化掉就是靠其头前的七雷，哦，迄个七雷把这所有灾难消化掉以后，所有的内底的心安就是镇定。啊，咱大家要佛教要学的，就是要学这個，哦，啊，伊的生活方式就是八这八个的生活方式。安大家有了解嘛？吼，迄个，先在我介绍一本书了吼，本来这是要我介绍啦。这本书就是佛陀的呼吸法，哦，这本书佛陀的呼吸法，内底咧讲啥？讲佛祖安怎教人呼吸？因为大家拢会晓呼吸，但是问题，几个人把呼吸放在家己的心肝内，哦，就是把呼吸放在咱的心肝内，来了解家己的呼吸，透过家己的呼吸，会了解，来了解家己的心。咱这句是不是有徛在讲？咱这句的能量是不是真的能量？哦，就是学习这個，等下到学习了的时阵，咱就有法度去理解到啊，这个人讲的话，安怎咱就有法度加。要该吸收的，甲无应该吸收的，才有法度理解世间发生的代志，咱才看会破。若无了解家己的呼吸，无法度了解世间的这个正常甲无正常中间，予咱的欢喜，予咱的痛苦，无法度消化。哦，啊，这本书就是我三四十年的经验，啊，内底有包括着我从我细汉。阮老母吼，阮老母安怎行入去佛教？我安怎入来这？甲我所有的发表的这，我的这我的迄落，大家会使做参考吼。啊，这本书是我开钱去印的啦吼。啊，那今日若有趣味的人，即摆是咧要发连拢啦吼。那有趣味的人再来甲伊提吼，迄落提出来我是现出来，我。这个资金我无提转，就是吼这会啦吼，伊要安怎分配，我唔知影，但是就是若有趣味人，咱加咧用十块啦，吼，啊，若伫台湾是，迄个做啥？迄个做诶，迄间成品嘛有咧卖啦，成品是，迄个无运费啊，伊伫台湾诶，330，吼，迄代表诶，啊，拍九折，啊，若有趣味，要来了解我。我的生活方式，咧内底有真侪，一大部分是我的日记。即内日记内底甲因拢有关系吼，唔是讲我日记是我的日记，但是代表有教导的日记。哦，啊，安怎利用呼吸来让我的心来安定？哦，啊，即大家会使做参考。今日用这個、啊，迄、那个义卖啦，无会怀疑安尼。哦，
只有十几本吼，未刷就完了。另外，还佫我介绍一件代志吼。咱大家每天都每点钟都有烦恼嘛，但是咱若学会啊呼吸，迄个烦恼袂调的咱的身躯。你知影，若调咱的身躯，产生的是毒素，精神的毒素。花果山，大家咧讲花果山啊，讲慈济，讲白塔寺，讲西来寺吼，我拢伫因遐，因拢是我的衣食父母嘛，我拢伫遐学习。啊，花果山有一个就是讲。心灵的环保，花果山就是在讲这吼、個，其实大家拢心灵的环保，吼、哦，啊，就用、是，迄、那个所有的烦恼，咱调节身躯就变毒素，毒素以后就咱身躯就拍歹五脏六腑就会拍歹，吼、哦，啊，若有呼吸，利用呼吸来加这个家己的迄个净化，净化，吼、哦。